阿拉丁再见 goodbye， 安全带系好的。我的，哎呀，骑马的感觉啊，我天天骑几个汗小铁马。宝马你们去看吗？10分钟是200块钱。含小铁马来回40块钱，来回40，加。有，停，加速，全部打屁股。打屁股。打屁股。结婚的大屁股，没结婚的小屁股。含小铁马来了，这个全部含小铁马42万，加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，我的名字热哈乌兹别克族，热哈乌兹别克。啊，我们32号车拿拉蒂的快乐司机。快乐司机。我们48个司机有我们公司的这个空中转运车的车，48个，47个司机嘛，啥的话不说，有一个司机嘛，天天说话，天天开心。今天运气好啊，我都祝福了，开心。啊，快乐。啊，汗水腿马，我天天记这个。啊，汗水腿马，嘚儿嘚儿嘚儿，是听啊，嘚儿是听嘚儿。加是足啊，加足，嘚儿是听，骑马的感觉啊。是这个地方第二个站，刚才你们上去地方第三个站。结婚是老杨，没结婚是小杨。你看我你们的运气好啊，你们7号8号来了吗？这个杨女不在这个地方，6月10号开始我们的家全部搬过来了，这个现在开始我们家搬了，6月10号开始搬开路，搬开路。10号搬家开始。10号开始搬家。6月10号开始搬家，9月10号搬回去。那拉提空中草原是世界上最高的草原之一，海拔高度在3100米以上，视野开阔。这里拥有广袤的草原、丰富的草原资源以及色彩丰富的湖泊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。从空中草原天界台到游客中心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牛羊转场的时候了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哈萨克牧民都会将自家的牛羊马从春季牧场转场到夏季牧场，也就是那拉提的空中草原。炊烟袅袅人晚霞。
开始。通往空中草原的路上，就会陆陆续续行驶着装满牛羊的车。春秋牧场的草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这时候的夏季牧场空中草原水草丰美，牧民在空中草原上搭起毡房，将自家牛羊运到这里过夏。空中草原就呈现出雪山脚下牛羊成群的壮观景象。温泉分门不相他，牧歌与人生拉拉弟再见 goodbye。